本片感谢凛凛美甲美睫纹绣学院独家赞助播出，母亲节优惠一直到5月30号为止哦。来喽阿婆，今天我们又邀请恩喜来帮我们助阵啊，帮我们吃一下，因为那个等下阿婆被红干架，跟你拍很痛苦啊，都吃不完，吃不完啊，那个品项太少了，所以我们邀请恩喜来帮我们增加一点战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永华夜市呢，新永华夜市啊。最近刚开幕而已，那我们就来带大家进去逛一下。这附近呢，它的交通还蛮方便的，因为路还蛮大条的，然后停车也蛮方便，旁边有两个停车场。好，如果你来这里想要逛夜市，是还蛮舒服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导览一下，然后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跟着我们一起去吃吃看，走。You better turn up. You better be there when I shake. Watch me rockin' if I can't stop.If I should fall, just go ahead, go and catch me, baby. 第一家先来吃炭烤鸡排，恩喜吃吃看，吃吃看。我也来吃一下。炭烤味没很重。炭烤味没有烤进去吗？没有，那很入味。我们吃的是甘梅口味，可是甘梅味也没有很重。不过鸡肉还算嫩，可是如果以炭烤鸡排来说，它的外皮也没有很够酥脆，就收手。接下来我们吃一下我买到的茶街鸡脚，不过还有很多卤味啊，对不对？那卤味超多的哎，我没有买鸡脚，但是我们吃其他卤味给你看啊。鸡脚我们可能等一下啃，因为啃的画面比较没那么美观，我们等一下再啃。先吃一下，先吃一下其他的东西。随便吗？随便随便随便。豆干，豆干是一个卤味的精髓。它卤汁看起来很厚哦，不会很死咸哎。而且它的那个香料味还蛮重的。是好吃的，那它的那个甜不辣一块这么大块，刚刚有看到，对啊，这样切起来看起来是很好吃。这家甜不辣，这家甜不辣，你吃看。甜不辣，有，这是甜不辣，超大块的，还蛮软的。甜不辣推，甜不辣真的好吃。来这里，如果到茶街买鸡脚，甜不辣可以吃吃看。我们感谢熊爸蚵仔煎给我们一个位置，可以分享这些食物给大家。我们先感谢他，让我们吃一下他的综合煎，综合煎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综合里面有什么？综合里面有虾、花枝跟蚵仔。哇，它好像比较浓稠哦。它的那个太白粉的部分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它在煎呐、啊。哦，太白粉，哦，用一大匙下去哎、欸。OK， 先吃一下。可以帮你加点海苔，需要吗？好割。对啊，好割哦。它是比较柔软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比较粘稠。粘稠那种。粘稠。我试试看。我试这拌面了，这筷子还没用过。我试一看它的酱。其实一个蚵仔煎哦，酱很重要。酱还可以，但是里面太粘稠了。对。我知道比较边，就讲煎烤起来那一个区块啊，它酱是好吃的。它酱有一点五味酱的变化性，对，还蛮好吃的啦。但是它的太白粉煎的比较软糊一点，如果你想要吃坚硬一点，就跟他说煎烤起来，对，这样的话应该会蛮好吃的哦。西班牙炖饭是110块，因为我们加了 cheese， 我们来吃吃看。它米就是这样粒粒分明的，我看它在那边咬的时候啊，我那个香料味一直冲出来。香料味道，对不对？就以夜市来讲，这个料理算很特别，就是走一遭会发现
哦，就是有这种独特性这样，嗯，而且吃起来就不像夜市料理哦。对，所以我一眼就瞄到，哦，想说来买来吃吃看，试试看。一样是新的汤匙，新的汤匙，欸，真的很重的那个香料味道。它米粒没有想象中那么硬，欸，因为看起来那种长米会很硬，对不对？而它是很软软嫩的，香料味道很香。如果喜欢吃那种意式风，异国料理风味的话，都会很适合你。在拍摄，又被招待了。隔壁老板看到我们，他说我最近瘦太多，可能就要补一下。他心疼啊。对啊，心疼了。看，最近多十公斤，还瘦太多，吓死了。真的很特别的是那个章鱼烧，它是整只的小章鱼，然后下面是章鱼烧的料，这样。来吃一下，来吃一下。夹不起来了，一颗太大颗了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整只章鱼哎，鲜干嘞，就是刚来的。我最喜欢看你被烫到了。从阿波狰狞的表情可以知道，一定很烫啊！对啊，欢迎再来。太大颗，除了烫之外，还有满满的 wasabi， 真材实料啊！真材实料，真的，哎，它 wasabi 很舒服哎，它不是那种呛鼻的，可是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刺激味。章鱼很脆，然后下面它那一圈呢，啊，有煎脆，意外的好吃哦，真的不是因为它请我才讲好吃哦。交给恩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马吉冰，花生口味。嗯，花生手工马吉冰，它是下面是冰啊。恩琪先吃，我帮你说明一下，因为我在旁边看，要排队哦，等了蛮久的。它下面是刨冰，然后加他们自己的糖嘛，然后之后呢，再加上花生仁，然后再加上烧马吉，所以马吉应该是温热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撒花生粉。嗯嗯嗯。爱吃马吉的应该很爱。咸的吃完就是要吃这个。真的真的。好厉害哦！咸的吃完，咸的吃完，我就在回家睡觉啊。哎，我本人是这样，没错啊。没有，你也认同对不对？超认同，超认同。咸的之后要吃这个，这个逻辑好像。然后抹吉看起来是很强哎，要吃晚餐再继续吃。对，有道理，这样吃晚餐可以继续吃咸的啦。只是冬季就对了。冬季站，冬季站，胃变，好，日文叫胃变。好，让恩琪继续吃完，我们等一下吃下一道。没什么肥肉哎，对，都瘦肉，那就没有很推荐喽。而且瘦肉它真的有点过咸，过时咸。哦，瘦肉太咸了。好，那挂包就这样吧。那我来试试看，我还要买寿司跟炭烤。它这个桌子哦，是我们自己的哦，夜市没有提供桌子哦，不要跑来，总会是哎嘿，当天黑不黑，黑不黑，影片在那有我们的啊，我那么的啊，没有，只有我们的。好，我这家寿司啊，我看看比较特别是这个炸物的部分，还有这个。它有那个炸物，这一盒多少？这一盒150，算是中价位，因为我们点的都是比较贵的东西，像鲑鱼握寿司啊，然后是什么龙虾沙拉啊、虾卵啊，这你知道是什么？我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嗯，它没有，是有点蟹肉的东西，拍不太出来，然后上面是炸的，哎，它寿司米蛮好，这间串烧好吃的，绝对不是串烧本身而已。你怎么不开心？那好开心的，有辣妹，它算是整体评价高，整体评价高了。但是单纯食物，我们要来讨论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单纯食物的部分。来，我来吃一下鸡胗啊，看鸡胗有没有把精髓做出来。你的鸡肉，你的猪肉如何？还行。还行的意思是还有加强的空间吗？对。好。粪柴吗？稍微一点点。
稍微一点点。酱汁是什么味道啊？酱汁甜咸，有点偏甜，有点偏甜，偏甜，微微沙茶味，然后酱油味也吃得到，但是等太久。哦，请问单桥过来，大概半个小时哦。二十分钟超过了。那你在那边等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愉悦的，还可以啦，还行还行。啊，不要女性朋友来买，女性朋友在那边等心情就会不好，真的。鸡胗也还不错，但是中心还是有一点点嫩。而且它单价我们来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七只，六只七只，200块，单价偏中高啊。那就一直开戏呗。好好好啊，你做一下结论哈，因为我们已经吃了，像几摊，应该接近十摊啊，接近十摊啊。哎，那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给观众的？西班牙炖饭，我觉得非常对。还有董家马西冰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们中途被人家招待那一个，那个章鱼烧我们差点错过，超好吃，真的。它那个饼皮跟人家不太一样。据说它这好像是正版的，正版的、哦，所以它那个酥脆才是说我们以前很喜欢吃的那种口感，对不对？嗯，它是底不太一样的，哎呀，蛮好吃的，只是要小心被我烧饼呛到啊，它也被呛一下。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这里你下次可能不太会再消费？碳烤鸡排。碳烤鸡排为什么？吃起来有点没有那种炭烤的炭香味。哦，没有炭香味，没有炭香味，炭香味没有很重。哦，对，好了，那我来推荐几个，我觉得在这里我会想要再吃的，就那个卤味啊，那卤味真的我会为了它再来华夜市。对，它的那个卤味，肉质都炖得蛮软烂，然后它的卤汁是很适中，然后那个中药香啊，微微的很舒服。对啊，那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，其实炭烤鸡排我应该也不会再消费啦，对。然后最后我们吃到那个寿司，生食的部分，因为它寿司米还不错，但生食的部分我们就比较不推荐，因为新鲜度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考究嘛，要吃比较新鲜还是去店面吃啦。好，然后最后又吃了一个炭烤，这个炭烤呢，它的酱香味就真的比较没有那么足，然后就是偏甜。然后烤的时间也蛮久的啦，所以如果加上等待的时间，可能你要斟酌一下，你要不要购买。啊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，把这几个美食推荐给大家。然后有一些东西我们吃了，有一些还没有吃到的，说不定你知道，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或者说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好像章鱼烧，我们就差点漏死掉它。好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